你们的诉讼费大概花了多少钱？能不能告诉本席？现在有17个诉讼，总计大概73万多。73万多，那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吗？要看本案的诉讼，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嘛，对不对？是纳税人的钱，是不是？请问，因为这些诉讼都是国民党，是不是纳税人的钱？因为这些诉讼都是国民党提起的，这些是不是纳税人的钱？这些诉讼都是国民党提起新送的。不是这样子吧？你们都已经有一些，不是都是你们一再的要去诉讼吗？不是，这个应该这是国民党提起新讼，我们才会有后续的诉讼的防。不是这样子吧？你们已经败诉的，你们一案又去第二次又去再去继续去诉讼，不是吗？那这样子讲的话，国民党是不是哪一天败了就不要再上诉了？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啊，是国民党是花我们国民党自己的钱啊，你不要花纳税人的钱，你已经输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要一直上诉，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呢？那委员是帮忙国民党讲，有一天如果本案诉讼败诉，就不要再上诉了。那是国民党他们，当然我们要据理力争啊。对你来讲，你不要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啊。那你我们也应该要据理力争啊。其实我很强烈的建议啊，追征出来的，就查扣到的，没收的。国民党的所有的以往的财产，用党产归零，让全民共享，来发消费券。其实国民党的财产，简单讲，来自于全民了，应该要还给全民，不是还给民进党政府。我跟他稍微计算过了，依照你的所提供的这个数字啊，大概有1000多亿，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发5000块的消费券。一起来努力啊！是委员，你说党产归零，全民共享。还有1000多亿，这个您可能会让国民党很紧张。00303293，这个是你当时国民党党政的政号。国民党，对，党政的政号。哦，国民党的党政啊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是真的那么有理念吗？你也曾经参加过你这个口中万恶不赦的国民党，当完兵以后就把党政。没错，因为当时的年代当时的年代普遍流传着一句话，你要去当兵啊，最好是国民党籍的比较好啊。所以你很聪明的，当完兵之后不需要用到它了，就把它撕毁了，就退党了啊。诸位，你非常的聪明啊。我要提醒民进党的同仁们，我非常的聪明哦。那个在我退伍的那个年代还是一个戒严的。那早上你收到政治大学调资料，是调什么资料？调国民党历来中央委员会里面的财务委员会的一些相关资料，或者中央委员会的记录，这样。你调查的资料能不能给我看一下？我讲你就搞诶，4个月看了那个资料，就能很快迅速的判断出来。我希望你调的资料，我也去看一下。报告委员，看你的眼光，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？啊？你有没有觉得看那些资料很感动？很感动啊！哎。跟委员报告，这些在政大的这些设置中心的相关的资料，他们不准我们印，不准我们摄影，只准我们用人工一个字一个字抄录。那我请你啊，国民党整理了一本，顾志伟看着我，看着我，面对历史。向全民交代，你有看过这本册吗？我送给你到前面看。还有一点，你用东德西德，东德是共产党，东德要去全部把财产收回来，第一个要件，把共产党宣布为非法组织。我国民党敢非法组织？报告委员，东德的共产党 SED 并没有被宣告为一个非法的组织。有啦，有宣告为一个非法组织，他以为纳粹组织嘛。这个政党到现在还存在哦。法庭是律师讲假话的地方嘛？啊？啊？你忘了？我没讲过，感情跟你较好。我跟你讲，你以前教我，那我们要如何来讲假话？里面要带着一些有道理的话。陈委员，您这样子讲实在是太超过了。实在讲啊，你讲过话，你都会惹底啊！你跟我私底下喝酒讲的啦。